之前酿酒那期视频啊，收视率也挺高，我就再说一期。坊间流传一句话，白酒要喝高度酒，低度酒品质不好，真是这样吗？听完我说的，您就可以自己判断了。首先呀，介绍一下高度酒跟低度酒都是怎么来的。看过我之前视频的朋友啊，一定都看过初酒了。这个初酒啊，这酒就像自来水一样流出来，但是它浓度是不一样的，先流出来的浓度高，先出来的酒大概有70多度，然后60多度、50多度，最后一直流成白水。而在接酒的过程中呢，实际上我们要的只是这个中段酒，大概就是50度到70度之间的酒。再高了的叫酒头，再低了的50度以下的叫酒尾，都不能要。为什么酒头跟酒尾不能要啊？先说酒头，酒头里边啊含有甲醇，含量很高，人喝下去容易失明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人的胃啊受不了70多度的酒，对胃黏膜有破坏作用。那么50度以下的酒尾为什么也不能要？因为里边含有大量的杂醇油。杂醇油的危害是什么？第一，口感不好；第二，喝完了容易上头，因为人体不吸收嘛。接下来啊，就说到重点了，低度酒是怎么来的？是由高度酒降度数来的。高度酒怎么降度数？有两种办法。第一种办法，用高度酒兑水，将高度酒稀释成38度或者42度。兑完水之后，您肯定会想到，那酒不就稀了吗？不就没有香味了吗？对吧？接下来的步骤就是勾调，人工的加酸加酯，将酒提香。啊，它的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喝这种酒的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？第一，人工勾调了；第二，高度酒兑自来水，实际上您喝了一半酒，喝了一半凉水。第二种降度数的办法，高度酒中兑酒尾，因为酒尾中呢也有一定的酸酯，所以呢可以有效的避免香味的流失。但是酒尾中杂醇油很重，您喝下去身体不舒服，好几天缓不过来，头也疼，这就是杂醇油的危害。以上呢就是两种低度酒的工艺流程啊，具体怎么样呢您自己体会吧，就不多说了。好了，今天录到这儿吧，再见。